请派代表抽歌。我抽了，我抽了。好，这什么跟什么啊？这样我也要低一点，是这样跟抽烟冲是不一样的。不行，那额头会反光啊！不行啊，不要太低。他的头好亮、啊。对啊，你为什么头不铺个蜜粉啊什么的？啊，没事，都打蜡再来了。打蜡有。哎呦，三颗星，三颗。我刚刚这首歌，这应该也在难度在四。这首也很快哎。美丽新世界副歌之后非常。爱存在的美丽新世界。这你也只会副歌啊？因为副歌太红了，不要跟我抢哦。三十秒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我指挥，我指挥。我跟你讲，我唱。男生都不会。我指挥，我指挥。奶哥他前面很长哎。前面，奶哥你只会副歌对不对？他大概在第四个人会轮到副歌。没有，不会，因为我讲我们要简单，我们一人一行。不管怎样，奶哥一定会碰到 A 段，没关系，你就饶舌带过。饶舌带过。A 段前面是 A 啦唱 ，A 啦唱就很平衡。不要再讲这一点了。分配棒次，不要再做梗了。谁是我第四次？我第一，二三 ，OK， 搞定。哦，这首也很快哎。其实我觉得徐奶奶既然这首歌没那么熟，为什么不去指挥算了？你把它听熟一点。都不熟，他都不熟，还指挥？陈哥，这样会一锅热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搞不好还可以拿一点分。我去指挥不是全部你立了啦？那个，好，准备，一人一行哦，一人一行哦，一人一行，一人一行。一人一行，他说哈，一人一行，一人一行，走开。陈哥人好好。这首歌很难开心，很难唱。天能跟你讲 ，Ready Go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发射心电讯号。哎呦，一开始不错，就瞬间拥抱。一起闯就问号，穿越时空轨道，看来多美好。我已有一种我们很像海，很强烈的预感，仿佛下秒实现，眼泪闪闪，变成了钻石，就要在心下划破你眼前。收看《天才冲冲》的朋友，什么叫做残而不废的精神？我们特别从他身上发现，真的，他做到了。骗你了，奶哥站起来了！我不骗你，这首歌啊，只有副歌我听过，前面怎么唱完全不知道。反正我就是大概又懵的啦。我跟你讲，刚刚真是一个整体呈现一个感动让人流目油的画面。对呀，真的。我们一起来看看金曲回顾。哦呦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发射心电讯号。哎呦，一开始不错，就瞬间拥抱。一起闯就问号，穿越时空轨道。看来多美好，未来多美好，看来多美好。强烈的预感，仿佛下秒实现，
这就是很好爱的奇妙，太棒了，这句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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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永远的恋人，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，就口头唱太好了，一个一个实现。千万不要讲，很熟啊！你再怎么说，等一下我们丁老师都不会说，你们表现得太棒了。像当还在记，还在记，我觉得这个彤彤你真的太稳了。我想他最棒啊，他最棒，不管在哪一次的来参加这个单元，非常好。我觉得终于在你这一队了，哪个？真的哇！我跟你讲，彤彤，你是救星了，还好张文琪不在我这一队。不要这样，哎，张文琪在你面前都不算，要不然我会失常的。对，彤彤真的好优秀。因为你看到我会失常吗？对，会。我看到你会失忆，我会失忆。失足。请我们的丁晨老师请讲。的确，我不会说，乃哥你们太棒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说。你只会说你们表现得真好。我会说，你们好优秀。优秀，哪个有办法？优秀，乃哥流泪了，流泪了。肌肉，来到这边，老天是有眼的。停，不是。才讲个优秀，感动这庆功宴就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你知道当一个人是轮椅推上舞台的时候，他还能站起来，你知道有多感动吗？小马，你怎么哭成这样子？小马哭了，小马哭得好惨的，真的感动。小马，你是鸡童是吧？你无聊啊你？对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有点气愤。好，但是我这样说，一定要有理由嘛。哎，当然。要不然怎么说服我们的观众朋友？是，对不对？我绝对不是被威胁的。他好像。先说。曾国城，你不要再威胁丁老师。我尽量。先说乃哥，乃哥今天表现真的非常好，为什么？他平常都只能唱副歌，真的。他今天在前面 A 段，那两句都唱得真的非常好，真的有非常好吗？好感人，我有辣字，看未来多苗，看来多美好。有，你不止辣这个字，还有后面可能因为老花，爱能看成减，爱能量不灭，唱成爱能量不减。穿越时空飞达，看来多美好。第一是乃哥，我觉得表现很好。谢谢。两位女生，我觉得他们在二三棒完全就镇住阵脚。更奇妙的是，中流砥柱啊，他们的音域还唱对哦 ，key 是对的。对，哎，对啊，那个被统统还唱对了，我这好神奇哦，女生的 key 这是很厉害。最重要的，我要称赞一下指挥。哎呦，肌肉很好，肌肉有帅。我觉得指挥呢，真的有把大家凝聚在一个气氛里面。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在第一大段进副歌中间有一个小间奏哦，那个间奏呢是没有鼓的拍子，但是他的拍子继续在打。对，而且他还给我们他完全没有休息，非常重要。这个歌这么他不是停就停了，那边是没有大鼓节奏，没有停。对，摇手。真的是势均力敌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这次的分数很重要啊！我估计分数应该也在85分左右，伯仲之间，跑不掉。听好，来准备，请给分。
86啊，那我看我们应该是84，跑好快啊，跑好快，没有，我们81、82、83、84，不要开玩笑，89了啦。不得了，我不觉得这么厉害耶，在我们的金曲奖这个单元里面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分数，哎，第一次，是什么，第一次人生应该算是一个，我希望丁老师给我们的分数没有任何的私人情感在里面，真的是好，小马小马没有太口渴，要哭要哭了，小马要太口渴，我刚刚流了很多眼泪，不要起鸡啊，有人看到88分会去开水来喝的，笑到渴了，对，不要流泪，结果你刚好 cue 他，来不及泼到脸上，不要啊，等一下，你先看那边，你先 cue 别人，先 cue 别人，先 cue 别人，88分，哎呦，88分怎么可能？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，你是鸡童啊，弟弟，无聊。我们差2分，我们得加油，哇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势均力敌，看是不是到最后，好不好 ？Round two。加油！好了，更好的表现，来来来，现在你们这队来，谁抽？过了，阿布，你们？台湾国，台湾国，加油！国翻台，国翻台，我们小师弟耶，简单一点的，抽个三颗星来看一下吧。我觉得抽好一点，抽好一点，三颗星以下有没有？4颗星，几颗星？2颗星，不用担心啊，简单啊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这首歌太有气质，他们应该不太来讨论30秒开始。对，其实不好唱，前面是有点慢。我指挥好了，不要指啊，你会唱的。我 OK 的，真的 OK 的，你要看我，老师有讲5、4、3、2、1，而且重点，副歌两个人，一个人两句，一个人两句，副歌一个人一个两句，因为他的拍子的关系，他是连下去的。天亮，哒哒哒哒，是连下去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下一个天亮是一个人，还是下一个天亮是？下一个天亮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，对，没错。来，1、2、1、2、3、4棒，我第10棒好了，不是，没有用，没有用了。我第一啊，混到副歌，谁指挥？好，给你。文琪指挥，当然。我们我们很可能会赢哎，这次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指挥，哇塞，我指挥还不错。文琪真的吗？来，赶快开始。天才金曲奖 ，Ready Go。来，一起来。看我。勇敢咱的野心，怕愧疚在心，非常好。有些情绪是该说给错，错了，当的人听。对，你小目屎比我激动可怜。OK， 我就怎爱搁打拼搁有勇。副歌，副歌。中间要卡一段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那个中间他不会唱，是我教。
哦，没关系、啊，你觉得还好吗？还可以唱的、欸，还有人唱客家话哎、欸，对，客家话、咬咬广东话、国语也唱了，越南话也来唱越南话，广东话又国语，很可怕。来越南话，越南新娘啊，恐怖回顾来，完了，前面都还不错，后面都啊，勇敢的夜夜，好，茶归就在心，非常好。有些情绪是台语，为什么讲不听啊？当的人听，那不是拿了板子在唱台语吗？你看中歌完全不会唱，你不会唱，副歌，我选哪一个？讲什么东西啊？无尽空位，阿布唱的最好，非常好。我送关的震动，再差几个提供。完了，都满了。闭嘴！我表着火花是狂的感动。Bridge。Bridge 哦，是最可以是讲英文的领导，不是坚持却遥远的发条。为什么一人一行呢？东方都来了。台语，歌唱我，因为有你爱的快乐我过。所以他知道我们唱到哪里了。我觉得不让我们唱，不是，你会这样对老前辈啦？钟哥，钟哥，我建议你们，我建议你们也不要在内讧，因为分数已经在扣了。现在和谐比较重要。这个瑶瑶，你什么语言都有了。对啊，我感觉我以后只讲广东话。没有，而且你的广东话。瑶瑶，我说句实话，你爸妈又哭了。刚才是感动，这次是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妈，你怎么像唱歌的？这太快了，那个地方太快。你太怪了，不是他太快了。来，哎呀，请我们评审讲评。大致上拍子还算稳定，对。但是因为国翻台太难了，比较难，太难。所以今天呢，不管是瑶瑶也好啊，小钟也好、啊，阿布也好，都是在翻译这个上面哦，跌了一个大跟斗。对。哦，尤其瑶瑶真的，我找不到歌词在哪里啊。我要差点回答。但是瑶瑶，我还是我觉得你让我很意外，你这一次拍子也真的很蛮准的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觉得有功有过了。你从他的声音里面听到了拍子，有那 groove。 哎呦，你 groove 那个丁老师，你看看你做人做成这样子，他还质疑你说在声音里面听到拍子，这话我是讲不出。不要再鼓励我们了，真的不可能的事情。同一队。那另外以指挥文琪来说，其实文琪的拍子也很稳定，好，但是中间也是突然乱了阵脚，是。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算是这个在惊慌之中，还是知道指挥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。所以那一段小钟那一段呢、啊，他直接叫他闭嘴。对一个前辈算是很不礼貌。他必须如此，这叫止血，好不好？就算是一个即将要出片的人，对，非常不礼貌，非常不礼貌。下次换你来指挥。他已经在着手制作自己的纪念专辑了，你还这样对他？纪念专辑，纪念。你讲跳过我都还承好承受，闭嘴，闭嘴。不过才是妈妈这样，老师对。长辈才可以这样跳过，我可以接受。可能叫小钟闭嘴，其实是为了你未来出片好。哦，真的。他在帮你。来，请按钮给分。我觉得有70哦，老师人那么好啊。及格吧。看看有70哦，有70哦。再来一点，没有，再七，还有，还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哇，这样还有74分，太好了，我们要努力呀、啊。
是是是，我们最低要72分。对，最低哦，要72分。对，为什么队长一直在笑？是怎么了，奶哥？为什么不满意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刚才88分，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？应该这么松，应该是太松了，空手叫唤。好，力挽狂澜之作，好不好？请派代表。谁力挽狂澜？啊？谁力挽狂澜？我说刚才啊。哦，你说，哎，我们讲，我以为你在讲我们的成绩相当好。我讲了什么话？讲我们力挽。我说你们是乘胜而起了。啊，对啊，讲清楚啊，是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今天反正风声打得很松，不要怕。随便唱，放轻松。打我们好就是打得松，打你们好就是他老是有眼光。你们每次你们八八的才松。轻松，超简单的。好，加油，好好抽，好好表现。你要弯着腰去品，感觉一下，要弯着腰感觉。嗯，对对，我们这队也不能输，靠你们。好可怜哦，都要弯腰。我刚忘记弯腰。好像感觉这边不错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感觉到了，就这里。哎，三颗星，三颗星，哇，伤心看娘，这也是国歌的一种 ，OK 吧？哪个是 OK 吧？这好了，30秒讨论计时开始，副歌，谁指挥？我指挥。好，你手，你指挥。然后他中间间奏的时候，我会摇摆，就是间奏，然后他一切从头。他有反拍吗？有反拍副歌的时候，所以不管如何，我这个都会是正的。一人一句。然后我会比一人一句，我会比1、2、3、4第几棒？好，在这边我会先预备。好，比如说第一句还在唱的时候，我会二先。预备，然后这一首出去，就是唱，我第一，我第一，那我三，我样式，我样式，有，上台语哦，上台语哦，哎呦，国翻台好难哦，天才金曲奖 ，ready， go。你开真正千苦吗？啊，是阮留才是袂见笑，也是孤单的人无要紧，无你无也无要提声。是毋是真正危险吗？那是分袂在你天家的，嘛是想家怕，较快较简单，风风风雨后会霜。到这几首诗，嗯哼。哦，不错，有了。目睭是无是人生，我无人心挂冰棒，冰棒叫一个做善的一个人。我当的查无来，我当的人来无明白。小梦点点点点在海，未来不知我也知，那是条曲情也知。那是调戏你也无来，浮浮沉沉，梦似浮起来，梦似飞上来，你不在。日日都飞起，日日也打起起，妈妈你心哪好哪起？一波来波去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心一心的梦出去，心心太平洋的心心中心。轻轻太平洋的轻轻雄心，很好哦，你们后面做的太好了，我们后面做的太好了。我要准备水杯吗？最难的部分，哪个最难的部分？你们唱的最好。诗词朗诵这个感觉怎么样？哪个？我把我的球在攻下面，攻上西南葡萄。一波阿伯进西，台语好难哦。一波早就过去，马木我马音呢？台语好难。一起来争取回国，朵朵。你开真正千苦吗？千苦要穿裤子。我穿裤子。哦，周以前都先穿裤子了。也是孤单的人无要紧，无你无也无要提声。是毋是真危险吗？危险。那是不会带。
赶紧起家。你要唱什么？马戏香飘他，摇摇摇，就这样。没他的颜色好。他有真心佛系。哦，不错，有了。他故伎佛系，你说不是？我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我冰冰球，一个都算有一个人。我当的啥也无来，我当的人也无明白。吴建宇，小宝，你摇摇我的妈呀！天天天地海，未来不知我也知。那是条天地呀，那是条天地呀，无来。很好。浮浮沉沉，梦似浮起来，梦似飞上来，你不在。只愿做飞鱼，你只是那鱼。你在唱什么？你心那好大鱼。一心一心的梦出情，心心太平庸的心心中心。最金总，你唱的比指挥还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我也很意外。很难哦，加油！很难吗？很难，比较快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还应过来加油！泰国小哥，我来不及，再来！一波早就过去，很好。真情太平庸的情，情雄心。你是广东，金总太棒了，我抓不到，太棒了！小马，答应我，有空的时候。回泰国寻根一下，寻根这个动作很重要，你跟泰国有绝对的关系，你相信？我一不小心唱唱就会有母语跑出来。的棒呆的麦奶，麦奶呀！不是那个直播，而且残酷，吉勒海英，吉勒海英在讲什么东西呀？哎，但是说真的，残酷怎么唱啊？琴口怎么样？不会是琴口吧？哎，琴口残酷。我在唱的时候，我残酷可以唱得很怪。老师太有才艺了。斩定呐，斩定，可以也可以说是播心歌，斩口啦，斩定口。因为我自己唱，我觉得现在琴台艺不利啊。残酷，残酷，斩口，斩定跟斩口无共。斩口，关键绝对不是琴口的丢。来，老师，请讲评。做人千万不要志得意满。这话代表什么？乃哥真的哎，我们都没好话。好，基本上这个歌乍听之下好像算完整。哎呦！但事实上呢，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些致命的问题。好致命哦！致命哦，是致命哦。嗯。什么问题？第一段，所有人这首歌的拍子，他们的歌就是有功有过，大致上还不错。我们都是致命的一击呀！对，真的。第一段。第一段，所有的拍子都慢，对，拍子慢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事实上呢，统统的拍子很稳定哦。嗯。但是所有人呢，是因为你们要国翻台，硬要翻那个台语，想要翻得比较完整，所以所有人拍子全部都慢了，很难。还好这首歌速度是慢的，嗯，要不然就很惨。这首歌翻台语的字好多很难翻。好，对啊，翻泰文就简单多啦。来，用泰文唱一次给我们听看看，来。都听看那叮铃卡，你真的可以呀、啊！我真的会翻，真的会翻，再翻一句我就佩服你。来，都听看那叮铃卡，都听看那叮铃卡，佢都都明那个叮铃卡。是一样的吗？歌词不一样啊，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太多印象似了。我请继续。然后虽然有这些缺点，但也是有优点哈。真的，我觉得老师他好公正的一个老师。先苦后甘呢。来，乃哥那一句接得好，那个加分了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妈妈，你心大好大呀！一波来不来？哎呦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心一心的梦出尽。然后 Gino 今天很稳定，是因为为什么？大家要注意。他从头到尾，他的拍子，他就用身体的肢体在打拍子。那当然，指挥我觉得彤彤还是很稳定，哦，所以分数不会太难看。哎呦，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提醒各位啊，是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颗星很少，对，好像觉得简单，不然，但常常是因为大意失荆州。
哦，这意思是已经把我们下了定论了。我觉得，我们也吃了荆州了。哇，荆州已经没有了。你吃荆州吧，你吃荆州。画带了一些玄机，还不知道谁输谁赢。哦，很好。来，丁小文老师，请给分。七十分。哎，哎呦，变慢了，这么早就变慢了。我才70分。七十。一定75左右。跑跑，怎么可能？这高一没有吧？老师没有这样子啦，这有点多，太夸张了。160、163，逆转胜。来，请发言。小品 A B C。我一阵子没有录完小品 A B C 了哦。平均一个月都会看到个2次到3次之间呢。好，来，今天陈胜队先攻。陈胜队第一组实力相当坚强，英文超了贝统彤，从花木兰讲到蜡笔小新，甚至连日文都出来了，看来挺精彩的哟。可以。来计时，来开始。How many words? Three words. 3个字。If you don't want to get pregnant, so few days you can do something. 避孕药。Several days。这题彤彤说得很好哦，观众朋友，你知道题目是哪3个字吗？